大家好啊，我是一名哈尔滨的网约车司机，有双证的司机。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昨天是2022年的6月11号，我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呢？一个涉嫌公职人员钓鱼执法的事儿，但是他没有钓成功。下车抽，啊？下车抽，不能抽是吧？多长时间是吗？对，回局里吧，兄弟，回局里。然后你让那个谁，你回去行。我打个车，还没有营业资格证，也没有网约资格证，对吧？对。一个小黑车，我要回家。还不让我抽烟，那我就收拾他就完了呗。好吧，回局里吧。我就想抽根烟，你还不让我抽？我办你。也行，你真够的。啊？一会儿让你认识行。我就今天晚上我要办完这个车。我看我能不能办了。一会儿我再给那个小峰打个电话，马志也来。那我的车啊，网约车，我叫的。那个车我就让他开吧，我能忙不？对呀、回家里。没事儿，我要马志也来。我也没事儿。对。你好。哥。哎。陈博。哎，陈博。那个黑车怎么罚？网约的黑车，我这黑车2万，好了，5000到2万。那个我打的车怎么办？不是那什么，我下单，我回家，然后我要抽根烟，他不让，我说他没有证，他说他没有，我现在往家里回。聊聊家里头啊，对啊，家里有人吗？有，我让兴旺和那个谁，那个建硕他们回了。行了，我在车抽烟，我问你一嘴，我说你有证，你说你没有。哎，兄弟，吵着吵着声，我能听见。没事啊，走。抽根烟都不让。不，你坐，你下车有烟味，别人上来能闻。啊，行，没事。你不让我抽烟，那我就问你。行，哎呀，你就是不。我也想没勒你，我只是想抽根烟，我想回家。我也不想勒你。知道吧？那你哎，对，我这属于公共交通，你抽完别人能闻着烟味儿，行吧？行，都行，你说的对，您说的都对，你说是不是也有道理？对，您说的都对，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我只想回家。我就想抽根烟。我知道了，哥，你行了，你歇会儿啊，你歇会儿。我换个地方呗。还有15分钟到，你歇会儿。行，没事儿啊。是吧？到那哪儿了？到阳明山，往回走呢。还有8公里。你先回去，今晚上带着，人要你看相。啊，带好了。人说了。小峰打完了，5万到2万。小峰处罚5万到2万。5000到2万。啊，5000到2万。那不用他去啊，你先办吧。明天法制批就完了，还着什么急啊？行了，我给建筑打个电话，让他过去。对，一个人不行，两个执法人员。好。刚想说，找2人以上来。对，放心啊，程序我懂，一个不带差的，你放心。程序我懂啊。考试明天，今天晚上晚了。那法制明天批，那你这公章也开不来啊？看见没？啊，你公章在你那啊？行。法制批是法制报的，处罚。审核在我，啊，处罚在你，哎呦我天，那你这权力挺大呀。没事，不大。啊？我咋没有权力？
我什么事儿？那你签字好使，那不就那啥呗？你这个你权益大呀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抽回来，想回家，是您不让我回来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哪有人在家了？谁值班啊？今天你们中队谁值班？没有，我要办个案。不，我在车上坐着呢，我往那个我让他上站里去，不让局里，站里去。一个网约车无所谓嘛，办他就而已嘛。你把那什么，那个你们那边今天晚上谁值班，把电话给我。那你是哪个单位呀、啊？那你就是这个。我不是，我就是认识市民。啊，你认识市民。现在呀。我不是不让人看热闹，是让人看热闹发展去。这么大意见呢？对。这么大意见是咋回事啊？那你们哪有半夜执法的？我咋没听说？那为啥对我没有意见呢？为啥对你有意见呢？因为你们仨一伙的跳鱼执法吗？你为什么举报？你为什么举报？钓鱼执法吗？你没让你抽烟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没让你抽烟吗？你能抽烟吗？公共交通工具你能抽烟？你能抽烟呢？给你查出来是不是啊？我不是啊，明天我给你查。明天你就查着了。必须查你，还一天。查查你们三人的关系。快点，细检查检查。可以。我今儿举报，我是半夜来的，我是没办法了。对，就来一个人执法，第二个人拿个证，工装不穿。你废话，我因为我整个执法流程我也不是，我知道，我说这没穿制服就来，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，这是真的假的。谢谢您配合啊，我们是，你给我了，半夜接到举报来了啊，我现在查您的有效证件全部有效，全部有效，那他这算什么呀？你这举报热心市民，你这举报的无效，举报他没有营业手续，他有意见打市场热线。哎，对，那个，不是，那您有执法手续，您有手续，为什么告诉我没有啊？我为啥告诉你啊？你是警察呀？你问我，我不告诉你咋的？我有没有跟你有关系吗？那不对呀、啊，你在欺骗我呀、啊？我欺骗你啥了？对啊、我欺骗你啥了？我有没有这跟你有啥关系？对对你哎，对你可以告我。我问问你有没有？你可以告诉我你有，也可以告诉我你没有。没有，是不是你原话说的？没有，没有，咋的了？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骗我？你骗我以后，所以我才举报了、啊。那你报警吧，这个归警察管了。喂，你是昨天晚上打我车那人是不是？你有什么事啊？你找我呀？你有什么事啊？你要跟我见一面，你要干啥呀？杀我呀？再说我跟你见啥面啊？滴滴平台有规定，不允许跟乘客见面，私下见面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就等着吧，我已经给纪委去完电话了，你就等我通知。哎，你不是公职人员吗？你就等着。你那昨天来这俩执法队员不也是公职人员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查查你们执法标不标准，规不规范？不你说的吗？让我把手机摄像头打开，镜头下执法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是嘎嘎硬吗？你去查我资料去。你查我资料，现在所有的这个媒体啊，包括网约车各大群都传上去了，你出名了，知道吧？刚才我在群里看啊，有人说你们钓鱼执法不是一回了，我现在正在搜集证据，我只要搜集证据，我马上110我报警，你试试好不好使就完了，还法治社会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法治社会，知道吧？我守法，知道吧？你去查查公共交通上让不让抽烟，不让你抽烟有没有毛病？